总有人说青春是疼痛的，影视剧里的青春充斥着撕逼、三角恋、打架的情节，但我觉得这里普通人的生活都太远了。真正的青春大概是窘迫的，是身体发育的羞耻感，是跑步是因为害怕胸抖而弯下的背，是夏天腋下出汗后的难堪。真正的青春也许是别扭的，是一个人吃饭的孤独，是分组时永远落单的尴尬，是被老师安排单独坐在讲台旁的压力。真正的青春未必肆意洒脱，更可能是暗淡无光的，是不及格的800米，是放学后一个人的流淌，是永远倒数的数学，是投票结果悬殊的失落。青春期的痛涉及不到电影里那些巨大的伤口，而是像密密麻麻的针